生到骨子里的教养，是从不随意评价他人。的确，人有多种面相，甚至有的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又如何能对一个不知道他的经历和过去的人说长道短呢？对这个问题，八人给我们举了一些案例，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。今天八年人班所要朗诵的题目为《正义法庭》，欢迎序号三号八年人班进场。也曾毁案失色，不明事理就理。
分17秒。感谢八年人班精彩的演出。